诸位同学，请看现象品第二个大段，光照有缘啊，看光照有缘这一段啊。尔时世尊智诸菩萨心之所念，常行一共分为十个小段。这第一个小段刚才念的这一句，诸菩萨心里面的疑惑，世尊都知道。光照有缘呢，这放光的意义啊，是因为佛明了，菩萨呈现的供具啊，供具畜生赞颂，这个我们都能够明了，所以这里就不提了。他说念，这是依法啊，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有许许多多的疑惑啊，佛没有立即解答而放光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清凉大师给我们解释，这是现象大了，所以这个教学的方式非常善巧，对于立根的菩萨啊，用一个表示他就明白了。世尊用这种方式来答复啊，这是佛三昧力加持放光他方世界的菩萨很多很多啊，无量无边啊，菩萨见的这个光明，这个光明就召集大众啊，就光照有缘啊，啊，缘是什么呢？根性成熟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入华严境界，这是有缘啊，没有入这个境界，那就没有缘了。我们要问世尊现在有没有放光？有啊，我们这个世间的菩萨有没有参与华严法会？有啊，为什么我们不知道？我们没有缘啊，我们为什么没有缘？我们的心不清净，我们二障没除啊，
烦恼障障跟所知障障碍了我们，我们见不到佛光，闻不到佛说法，现在的这个科学技术还不到家，科学现在还不能制作一套仪器让我们看见佛光，不能发明一个机器让我们收听到佛的音波，道理在此地啊。华严这一会也是净虚空变法界，哪里会把我们少掉了呢？我们在其中啊。我们要想参与这个法会，不是不可能的，依教奉行。我们的心想依教，但是行完全违背了教诲，这怎么行呢？我这一次从香港到新加坡一直到这里，我每天呢都在温习沙弥律仪真注啊，我很仔细的看啊，过去曾经讲一遍的，现在我用新的本子看，我还是用红色绿色笔在画。我跟你们不一样，你们往高处走啊，我往低处走。为什么呢？那个根本要跌倒。我有根本，我才会有受用。我的脚跟扎在最低的地方，最踏实的地方，思想见解接近化缘呐。我没入这个境界，干到这个气氛呐。这个是得力过去十几年。过去十几年。我把这个经讲了一半，没讲完。现在从头讲起啊。今天跟往年完全不相同。往年可以说是讲的是文字，讲的是注解。清凉大师的疏钞一文解义。现在这么多年来已经有一点气氛了。我自己很清楚很明白。因此越感觉到根本的重要，德行的重要，只有在这上真正下功夫，透彻的明了，
圆满的落实，我才有救啊。我懂得如何争取往生的品位啊，我明了这一点呢，这是我一生第一桩大事啊！这佛法里面常讲大事因缘啊。那么这些经教呢？说老实话，对我来说变成小事了啊，不是大事啊。有许许多多老太婆、老阿公不认识字，一生没有听过经，不知道教是什么，他能够以善心善行做人啊，老老实实念佛，这一句佛号念个三年五载，人家能站着往生，坐着往生，欲知实知，讲华严经的法师不如他了，真的不是假的。你看地贤法师赞叹他那个锅炉匠的徒弟那几句话，值得我们反省，值得我们深思。他说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比不上你，讲经说法的大法师比不上你，你欲知实知往生没有病苦，站着走的啊，走了以后还站三天，等地仙老和尚替他办后事，那是什么任务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那是搞真的啊。回过头看我们这一套呢，我们是在搞假的，假的一文不值啊，真的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晓得，我讲这个经用意在哪里，给谁讲的？自己心里要清楚，要明白。啊，放光主要的意义，召集有缘的菩萨。招来的菩萨也是严达前面所讲的十问啊，到经文我们就知道了。现在我们借助再看经文，基于灭门众持之见，清凉大师为我们解释，这是
光的一处。灭门，口放光。啊，灭门呢，众齿之间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光是从口放出来的，它表前面面前的40个问题，《法华经》里面说得很好，说一切菩萨了，啊，菩萨是佛的学生呢，这些学生的智慧、学生的德能，是从佛口生的，佛天天教导他了。从法化身呐，得佛法分呐，啊，得佛法分就是入佛境界。40问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释迦牟尼佛32相，牙齿是一项，啊，他有40颗牙齿，我们平常一般人的36个牙齿。这40个牙齿，40尺，表这里40个大问的，啊，光从口发了，这个意义很深很广。啊，放佛塔微尘数光明，这个是闲光之体，啊，佛塔微尘数光明，佛现身说法没有自己的意思，都是随顺众生。啊，就像《楞严经》上讲的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，菩萨，这个十方佛刹的菩萨，真正是佛刹微尘数啊。菩萨有多少数量，佛就放多少光明。啊，光明绝对不是有念放佛这个放出来的。啊，不是说有心，哎，你来了3个我放3道光，你来了4个我放4道光。这个不是佛菩萨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有作意，啊，也就是说你有意思在里头，这个不行的，你已经落到意识里面去了，佛菩萨所放的光明啊，是自自然然，没有意思在里头。
没有说要想放多少，没有。啊，完全是感应。那么下面列出光明的名号，名号啊，都是从体现作用上说的，诸佛菩萨都没有名号，光明哪来的名号呢？所以这些名号啊，都是为了觉悟众生方便说的。请看下面十句啊，所谓众宝花遍照光明，这是第一句，出种种因庄严法界光明，垂布微妙云光明，十方佛坐道场现神变光明，一切宝焰云盖光明，充满法界无碍光明，遍庄严一切佛刹光明，毁建立清净金刚宝床光明，普庄严菩萨众会道场光明，妙音称赞一切佛名号光明，这说了十种。这个十种意思，我们从前面一直读下来，《华严经》表法的意趣，我们明了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当然你就不难懂了。啊，种宝花遍照，宝在此地是形容。什么才是宝呢？真正的宝是法了，这法宝啊！啊，法宝是什么呢？总而言之，是戒定慧。佛在经上称之为三无漏学。小乘证得无漏，就证阿罗汉果；大乘证得无漏，这化云地的菩萨。啊，所以什么是宝？戒定慧从哪里来的？戒定慧是自性本具的本能，慧就是本具的般若智慧呀。定自性
本具无量三昧也。戒是什么呢？戒是自性本具无量的德用啊。要是以四智菩提来说，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大圆净智，大圆净是根本智啊，妙观察是厚德智啊，平等性是三昧也，成所作之就是戒律啊，这是宝啊，这是真的宝啊。世间这个七宝不是宝啊，为什么呢？不能解决生死问题，不能帮助你脱离轮回，所以那不叫宝啊。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，我们要明了。真正觉悟的人，真正有智慧的人，晓得是古圣先贤的教诲是宝，我们要珍惜世间一切财物，可以维系我们的生命，生命不是宝，生命非常脆弱，随时可以失掉，这哪里叫宝呢？慧命是宝，他永远跟着你走的，他不会失掉的。生命有生灭，慧命没有生灭。我们得认识清楚啊，世出世间法里头，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虚妄的。戒定慧三学，遍照光明啊！遍照十方三世啊！光明里头有这个啊，出种种因庄严法界光明。种种因是教化众生的，不要说虚空法界了，单单在我们这个地球上，一切众生语言并不相同啊！在我们这个世间，众生的语言我看至少也有几千种，澳洲的土著有200多种，他们的语言不相同，每一个族群有他们自己的语言，他们没有文字。所以这些族群人数虽然不多，他不容易统一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共同的语言，好像呢，一个族群呢，就是一个大家庭。从他们的远祖代代相传，
繁衍成为一个族群。实在讲的是，一个族群呢，就仿佛是一个大家族。像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族姓一样，啊，同一个姓，这是一个族。净虚空变法界，我们就晓得一切众生语言很复杂。啊，在我们这个世间，除了人有语言，我们知道动物也有语言。在《高僧传》里面记载呀，就很多，许多这一些修行有了成就的人，啊，得三昧的、开悟的，他们能跟鸟兽沟通，他懂得他的语言。安世高啊，就是一个例子。那个历史上记载，绝对不是欺骗人的。啊，安世高听鸟在树上谈话，啊，几只鸟在聊天，啊，他们站得高嘛，看到远处。哦，有些人来了，啊，有几个人，啊，挑着担子，啊，他们在聊天。安世高听到了，告诉他的朋友，那个鸟在谈话，说从哪个方向有几个人来，啊，过了一会呀，果然那几个人到了，真的不是假的。鸟兽有语言呐。树木花草都有神灵啊，他们之间呢也有语言。所以种种声音呢，庄严法界光明啊，吹不微妙云光明。这一句是讲的自然现象啊，空中的彩云呐，云怎么形成的呢？今天科学家从物理学的理论告诉我们自然现象的形成，他也说了一套道理。啊，我们听了不能说他没有理，啊，但是他这个理呢是片面的。理里头还有理，哦，深一层的理，深两层的理，他就不知道了，啊，他只能看到表层。佛告诉我们，从心想生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人心向善啊，这风调雨顺啊，你看看自然现象，它能随人心转，啊，人心要是不善，
自然现象也就转变成不善了。我们今天所谓的许许多多的自然灾害，人心的感应呢，这个道理深了。我们细心去体会，去观察，你才知道佛讲的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一个地区人善良，这个地区少灾少殃啊。这个地区的人不善呢，多灾多难呐。我们看历史，在冷静观察现实的这个世界，就明白圣人说的这个话有道理。第四句，设法佛作道场，现神变光明。说十方自然就包括三世，佛作道场是讲经说法，教化众生，现神变是教学的善巧方便。像这个地方跟我们讲的原则，世尊大菩萨的疑问有现象，有言说，都是属于神变光明。第五句，一切宝焰云盖光明，这是庄严句，也是最普遍的供养句。供养佛菩萨了。你看民间习惯的是现幡现盖，供养的这个床幡宝盖啊。宝盖有两个作用，一个是遮阴，一个是防这个遮蔽灰尘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它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环保，防止污染。宝盖的表达用现代的话来说，防止污染。最重要的是心理的污染。用什么防止呢？佛法是用戒律啊，戒律的精神啊，是
防非杜渐呐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床幡宝盖，我们看到这些供养具、这些庄严具，你立刻就要想到啊，清净戒律、严持戒律，他表这个意思。充满法界，无碍光明。这一句含义非常深广啊，没有一样啊不充满法界。像前面讲的六根三业，六根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啊，三业：身业、语业、意业。啊，身业里面分出两个：声光、放光，啊，长光跟放光。充满法界，诸佛如来如是，化身菩萨如是。啊，那回想一想，我们如不如是呢？说实在的话呢，我们亦如是。啊，为什么？自信，化尔如是啊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。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但是现在呢，不显。啊，显示不出来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现在我们心里头心没有那么大啊，我们起心动念呢，这个心想啊范围很小啊，起心动念就想我个人，这范围很小啊，或者是起心动念想我的家庭，我一家。哦，世间也有一些所谓英雄豪杰，啊，他想多大呢？他想我的一个国家。啊，这就是一般人所讲的民族英雄了。没有想到全世界呀。想到全世界还不行啊，想到尽虚空遍法界，那我们现在这个六根三业也就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了，随着你的心量啊，所以常讲量大佛大，这量小怎么行呢？听华严，不要得别的，就得这一句，我们的受用啊，就不可思议了，心量脱开了，起心动念呢，都要想到尽虚空遍法界。更要想到啊，我们要为
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苦难众生，苦难众生没有觉悟的众生啊，我们要帮助他了。这是佛在经教里头常常教导我们的。为什么呢？诸佛菩萨了就是这样做的。我们要想帮助别人，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是自己。自己没有成就，你怎么能帮助别人？自己成就什么呢？成就戒定慧三学，你就有能力帮助啊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。所以自己要不能够具足三学，这个大乘法里要加上四智，这是度众生必须具备的条件。四智，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，转第七莫那识为平等性智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，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。你要能转得过来呀！从哪里转起呢？从莫那转起。莫那叫一根，你看看，宗门教下，祖师大德。常常我们在经教里看到，从根本修。根本是什么呢？根本是莫那识。莫那识四大烦恼常相随呀。你把它四大烦恼转过来，莫那就转过来了。这个四大烦恼，第一个是我见。就是见思烦恼里面的身见，执着这个身是我啊，于是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都从这生下来了。一根呐，头一个就是我见呐，第二个我爱。第三个我痴，痴迷。第四个我慢，公告我慢。四大烦恼常相随呀！所以四弘誓愿的烦恼无边誓愿断的，就是转莫那成平等性智。然后再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，四智，这两个是因地转，这两个转过来了，第八识转大圆净，前五识转尘所作，就跟着转了。
那两个叫果上转呐、啊，这个是因上转。充满法界，周边法界，遍庄严一切佛刹光明，遍是普遍。一个佛刹都没有漏掉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，真能做得到吗？给诸说真能做到。为什么呢？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不离自性，性德圆满周边呐、啊，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只要与性德相应，就周边一切佛刹了。啊，用性德庄严呐、啊。这是真的庄严啊！那信德是什么呢？我们把它总归拿来说两个字，一个是敬，一个是善啊，心地纯净纯善，语业纯净纯善，身业纯净纯善，这个是真正庄严一切诸佛刹土啊。用自己的身语意业。第八句，毁建立清净金刚宝床光明，这个毁这个字回转了，建立就是建树啊，清净金刚宝床，这就是讲的我们先前所讲的道场。道场不一定是寺院丛林，那是形式，最重要的是心地呀。清净心是禅定啊，金刚是表智慧呀。宝床是形容它的作用，啊，那么这一句也可以把它看作戒定慧三学。
前面有这个意思，是成就自己。这个地方，这个回是回向啊，利他了。也就是说，以自己戒定慧三学，感化一切大众。中国人常常讲的潜移默化，移风易俗啊，自己做一个榜样，做一个典型，做给别人看。第九句，普庄严菩萨众会道场光明，普是普遍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！庄严菩萨众会道场，菩萨教化众生之处，就是众会道场。以我们的精神，以我们的德行啊，这是精神庄严啊！精神的庄严我们看不到啊，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呢，这是说磁场啊，精神上的庄严。如果他的道场距离我们不远，像这个菩萨戒经讲的40里之内，那我们要用这个物质上去帮助他，他距离我们不太远，或者我们去参与道场恭敬礼拜，做大众的一个好样子，好学生的样子，都属于庄严道场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